啥？先生已经知影，你有话莫甲咱听一半好无？我是啥物时阵讲先生拢知影？啊，若无，伊哪会伫咧咱厝顶个病房偷偷装摄影机？啊，毋着，想要知影你甲迄柯律师是毋是有私底下偷来暗去？你搁点去啦？你莫安尼一点仔小代志就发甲大细声！我甲你警告。 你若是搁安尼胡白讲话，我就随甲你开除，当去食你家己啊！你甲我听清楚，温先生伊是因为惊天生伫咧病房无受到妥当的照顾，所以才会装监视器，想讲要监督迄个看护啊！哎呦，你真正无应该哦！该柯律师伫病院等监的定啊！你红晒倒咧病床，啊你竟然当伊面！ 该小王，安尼，我看哦，你这是干柴遇到烈火，小甲病的，火真真抱歉。哦咦哦咦，早班啊，珊珊掠的，你是讲煞袂啊？阿伯，我听人讲，迄人哦，伫昏迷的时阵，灵魂拢会浮在天幕，顾家己的身躯。无滴甲当时长。 早了目睭金金看，都是讲凶器来，找你甲柯律师算账。你真正在激动，我是为你好。我今仔日甲你讲这件代志，毋是要听你伫遮冷笑话。你竟然是我的秘书，你都有这个责任，爱替我这个东西解决问题。你放心，代理当书记的烦恼，就是我个人的烦恼。 不管面头前有偌济困难，我拢会想办法替你解决。所以你敢是想着办法啦？嗯，你就是想要知影珊珊手头是毋是有录影片嘛？你放心，我一定想办法探听出来。你是要安怎探听？嗯，都凭我有一个优秀的后生啊！哎，你敢袂记得哦？ 珊珊甲关君是妈子呢，我只要叫关君甲珊珊约在阮兜啉烧酒，啊酒若一啉落吼，就算天都爱秘密，我都唔相信珊珊袂讲出来。那呢，要唔紧去办？嗯，等我好消息。 你这傻苦了，真正当我是戆啊！套珊珊的话，才让你共误解，滚我旁去，吃开白！哼！来了，来。嗯，哎，你讲啦，你的查某是不是足超过？ 恢复啊，叫伊一声妈妈，真正把伊当作是真心妈妈伫咧尊重诶。结果，伊竟然反背阮爸，甲别个查甫人暧昧。阮爸搁倒伫咧病院，昏迷不醒，你哪会当？好啦，珊珊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会想办法，把迄个袂见笑的查某赶走。你毋只是天成集团名正言顺的公主。 恁爸爸的公司财产，只有你有资格会当继承。迄歹查某无资格啦！你真正会甲我斗相共？拜托，咱啥物交情啊？你的代志就是我的代志，我绝对甲你斗相共。Lucas，多谢你，You are my hero， 我真正足爱你的。我嘛爱你。 只要会当甲珊珊甲关关安尼送做堆，迄只狐狸精以后就免想要有好日子通过。好，你阿弟啊！哈哈哈！这是我的办公室，你是凭啥物无弄门落来啊？你这狐狸精！
我问你，你托客呀？讲话搁较正人声，真正无你一个假死，唔再死我。你这个桃花面的狐狸精啊！用我最新的造型，搁你行呢哈？十几年前啊，你用那甜的名义啊，那设计我，怎么搁用家己只来对付考律师？安尼敢是风险草铺哈？哈！这下离婚协议书，那是安尼？那这个影片，就是你甲你客兄咱来咱去的影片，那是老落去，你一世人拢免想要做人。先生，你替我解释，这一切都是误会啦。你签名，会用水离开。伊哦，拢五个，甲天成集团，甲你一点仔关系拢无。你是凭啥？你赶我走！我是天成集团的董事长夫人，是代理董事长。天成所有财产拢有我一份。哎。是无，这叫作战，天兄弟。你是凭啥在怕我？这边我是天成集团未来总裁妈妈。阿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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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我就是代理董事长，我也任命 Lucas 做公司的总裁，把整个天成集团搞一贯。无唔对。什么？Lucas 是我的 hero 啊！我要嫁给你。结婚了哦，吴家所有一切都是你的，我是大家跟大家的。我真正等袂赴去生迄查某的嘴皮，看伊搁敢伫我面头前，搁当牛的派头。啊，这届哦，真正是天公伯斗三工，我趁着这机会，若真正会当予珊珊嫁予冠军，那呢，这么大间公司，就拢是阮蔡家大房的啊。相相对对，会记念你。相逢有缘，对阮两人的祝福。风吹微微，纯情花蕊，满面春风为你。